我就是可以先看看白板的。好，我们先做点点复习哈，我复习看一下哈。复习现在呢，其实是在就是三寸和五寸共法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是五寸共法这个大蓝图。那在这个五寸共法的时候呢，就有提到总序正修啊。好，来，同学请念念那个稽首，一二三啊。重点在哪里呢，同学？正见还有呢？对，正命。所以同学记得哈，就是你皈依仪式之后呢。你要有正见和正命具备，才说开始是踏进就是所谓的正信皈依者哈，它的定义才涵盖在里边的哈。好，过呢就提到呢正见，那正见的内容有四项，哪四项呢？第一个呢是有善有恶，第二呢是有业有报，第三是有前后生，第三是有凡圣境。就是记得这几个观念哈。你学了佛之后，请它成为你一个想法，让你就是用来思考你的人生啊。不，当然呢，外面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呢，你不要对他用这样的观念哦，他们会觉得怪怪的哈。但是一般上这样的观念对于一个佛教徒呢，他会有很大的就是心理上啊，会有很正面的一个效果的，来看待这个世界啊。OK， 好，那么呢，它内容是什么呢？基本上我们这个完了会给个 open book test 给大家做的，你尽量可以背起来，好，因为呢，唯有背诵的基础，将来你要运用才有的用，即使你不弘法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后课后的那一个复述会那么重要？因为那个复述里面，在你头脑出现过，你讲过，你听过，它会比完全没复述好很多。我们发现了，在教学法上来讲吧。OK 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快速就进入谈到别说五区了。那五区有分两区，那就是一个是，另外一个是，好，二区里面呢，主要是指，对了，来，同学你看呢 ，OK， 地狱的特色是什么呢？最后这三个字。苦中极就是最痛苦的哈，这些重点你要背，因为可能有一天呢，都是这些都是有一天呢，你家里面的你家里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，刚好佛法可以用来解决，那么呢，你需要用这些来解释的时候，你记这个重点，你有的来解释，可以了解吗？好，好，第二个呢，重点是旁生，同学，旁生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啊，对，吞蛋看到吗？啊，就是大家吃来吃去哈。好，过呢，恶鬼呢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肠饥渴，看到吗？哈，所以你记这些特点呢，哈，以后你要跟人家说明容易。基本上呢，这些是最基本的特点来的。啊，这些是我们叫做 bring back concept 吧，给你带回去的。好，来，同学，三区里面呢有分人区跟天区，好啊，同学看一下人区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啊，苦乐杂，记得好啊，就苦和乐是掺杂的，还有就是生成之枢纽了。所以这个一谈到人啊，它特点就是这两个点哦，你就可以用来介绍给别人认识。好了，过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它的天区呢有分三类，哪三类的呢？就是。就是可以看白板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瑜伽，然后呢色，还有呢无色界。就是你在看白板是带你勾出快乐的了啊，就是瑜伽世界无色界，基本上啊没有学佛啊讲不出这些来，它很含糊概念的，因为你们来这边算是专业学佛了的了啊。OK， 好，过后呢天界的福报哪一些呢？那就是啊，可以看白板，同学啊，生生，还有呢乐圣，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是啊，大家看白板啊，对，定义圣 ，OK 好，就是这三个优点这样子哈。好了，过后呢，继续下来呢，我们懂这个之后呢，就要谨彻修行。谨彻是什么呢？
第一，你一定要了解苦乐是业而来的，这个你一定要去了解啊。那我们呢，其实不断在讲经说法的人呢，在告诉你们东西，也在提醒自己。过后呢，一定要勤修善行了啊。那同学一般上来讲，坦白讲了哈，人呢舒服，我每个人呢都会在久了哈，都会有个 comfort zone 哈。那么那个舒服的圈子呢，其实就像个青蛙跳到热水区，它煮熟自己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以呢，你当你在舒适圈的时候，你要留意。所以佛法常常会讲，人的好处是他的病痛啊，哈，或者是生离死别，或者财务的失去带来的痛苦，会让你会精进修行。一般上全部顺利，不会精进修行的。好，很少人在顺里面都可以精进修行，不多这样的人。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呢，同学就是苦乐有业的部分哈，要常常警惕自己了。好，过后呢，我们有提到就是呢，你们需要确立目标，它的目标呢是这个寄送，请同学读一读呢，就是啊，对了，然后过后呢，接下来就谈到总标，总标是这个什么呢，同学？对三福行，所以呢，从这边我们就下进去谈布施的功德哈，所以呢，在我们这边上堂课有提到布施的效益。布施的类别还有戒备法施，同学基本上这个内容你掌握好了之后，你确定在布施上会不会有盲点，你永远清楚知道啊，这个时候我该布施，然后布施的理由是什么，会非常的清楚，或者我不布施理由是什么，非常清楚，因为你有个依据给你在这里了啊，是，所以呢，有个佛法修不好就是这样，你问外面的人这些都是 controversy 的，但是我叫我们很明显给你一个方向，让你知道如何布施。好，那布施过后呢，依次去得了之后，接下来就谈的就是持戒了，持戒是第二个重要的步骤来的。那么持戒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同学读一读，那就是呢，啊，坚忍持境界，对，克此利他。好，持戒的一个背后精神是克制自己，利他人啊，他一定是会要克制到自己的啊。当提到持戒的时候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精神呢、啊。同学，你抓到精神了、啊、以后，那些什么细节哈、啊，你就很容易啊，自己运用了的。过后，同学再看一下五戒里面呢、啊、哈，除了克己以利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，就是这一个的，请读一读，那就是，对了，以己度他情，意思就是讲呢，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所以我也不做这样的事情在别人的身上。这就是以己度他心，所以它背后呢是跟慈悲有关的。OK， 好，同学，这些里面呢，里面有它各项的名目啊。那同学记得，我们这课应该你就快要完，你有书买到，你要带来啊。因为给你做那个 test 的时候啊，当你发现哎，怎么资料好像不足够的，就表示知识不够，你要去再 refer 那个书来拿到更多的资料啊。那如果来不及买的话，到时可以开电子档。好了，我们五戒谈完就谈八戒了。同学，八戒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啊，对，处理。同学记得，八戒跟五戒的区别就是，八戒多出那几条呢，是和处理有关的。嗯，就是说你已经有心哈、哦，要处理这个世间人了。好 ，OK， 好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他这个特色了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如果他没有学佛，但是他却。他的行为很符合八戒哦，你就觉得哎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外面会觉得他怪，但佛教我们会称他这种人很友善的，啊，就是从八戒里面的行为里面会觉得哦，这个人他可能过去是出家人，今生他投胎成为居士啊，他的行为会很符合八戒的，啊，通常我们会这样子会感觉得到哈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呢，就去到十三刀，这就是上一堂课我们提到的。啊，同学看一下，关于这个十三业道里面呢，就是我们看一下哈。好，十三业道里面呢，就是呢，总共啊是谈十三业，那十三业有分身口意的。然后呢，在十三业里面呢，第十三是总是一切戒法，一谈十三道啊，几乎全部都涵盖在里面哈。所以同学你要自我检讨呢，十三业就很足够做自我检讨了。好 ，OK 好。然后依法心不同哈，它是通五乘哈，基本上五乘通通都可以去的哈，你有这一个就是一个基本的护照来的。
波有提到呢，十三节是属于信戒来的，信戒就是呢，不管你有吃没吃哈，你犯其实都有果报的，是信戒来的。所以这个十三戒呢，也是通其他宗教，包括基督教啊、耆那教啊、还有就是犹太教，全部是通的哈。过呢，第四提到通于有佛无佛哈，所以呢，其实基本上十三道呢，它是一个守门来的啊。当十三道啊，没有人愿意去守啊，尤其是无佛时代啊，它会非常的困难哦，因为你没有十三业，几乎是你想怎么样都怎么样了的。好，这样子好。好，过后呢，它是通有在家出家，不管你在家出家都好，十三业都是通用的啊。过后呢，十三业倒是不恼众生的根本啊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守好十三道，基本上你都会很照顾你身边的人了。所以一般上啊，当你戒律的细节啊和你跟你家人相处或者跟公司人相处有矛盾呢啊，我们有时候会争执，我有可能会站在精神的立场会放弃一些细节的啊，在课堂同学应该有听到是会有这样子进行调整的。过呢是重立业的，这样就完了十三业。那我们转进来就提到修定的福业了，来有请就是终结止读者。修定的动机，这个罪恶的现实人间有欲乐与散乱两大威胁，非修定不能对治。一，对治欲乐，欲乐如刀头的蜜，似乎有味而不知苦恼接着而来。二，对治散乱，散乱为引起颠倒烦恼的有利因素，使人陷溺于多忧多苦的欲海不能自拔。欲界特有的烦恼，欲贪、散乱、嗔恚，可分别为不净观、属习观、慈悲观来对治。好，感谢你，完成后重点。同时你喜欢古文的话呢，你可以啊背这个欲乐不可说，散乱多重，哎，或者是讲啊哈，在你朋友生日啊，到了这个年龄他们什么都有，我们送这些寄送给他，反正更有意义，对吗？孟伟看谁了哈，哎，惨了，这个哦啊，这样啊哈，哎，送那些不能明白这是更高超的哈，哎呀，他还问你这个我也不明白，所以你看我也不明白，所以这个真是好东西来的，哎呀，那出去我们看一下，首先谈修订的动物业哈，啊，基本上二级的学生全部都是进修入门来的，那这个进修入门基本上呢，吸引大家来呢，多数都是跟减价有关，因为二级来的年龄啊都是大十岁一点点，小十岁一点点的，那么这一类的年龄的人呢，他们是以这个而来。但是到了这边呢，已经会谈到啊，你修定的话，来世你做人呢、啊，机会非常的少、啊、而且这个定会帮助你前面的呼吸的时间啊，它会放回前面那两个的哈。哎，我们看一下哈、啊，他讲第一啊，他说这个罪恶的现实人间有欲乐与散乱两大症结哈，这个就是他指啊，两个大症结是这两个欲乐和散乱哈。其实呢，在我们的这个罪恶的现实人间，它不止这两个，它还有什么呢？嗔恚，然后昏沉掉体，还有呢就是喜怒哀乐。但是这三个，同学记得吗？进修入门讲的五欲五该克服啊，是五个的。同学记不记得？啊，不记得哈。OK， 这个你要记哈，因为这五样东西就是我们个人的心理因素啊。是不是这边加一加？OK， 对字后面这边写好了啊。
我们先看他讲为什么谈罪恶的现实人间哦。第一，他讲对治欲乐，欲乐如刀头的蜜，是否有味而不知苦恼结中而来哦。这个欲乐呢，基本上都是欲界众生的特点。同学你留意啊，我们的感官哦，眼耳鼻舌身体，会发现是一定会有感受。那么如果以现在医学来讲呢，是因为全部都有神经系统的关系。而我们很多人类啊，其实活着，你看呢、我们如果是抛开就是说生育跟刺这两个本能呢、我们跟其他动物比起来还多了什么东西啊？对，思考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光光从思考里面呢、你看呢、我们都是用思考来做什么东西，现在的人类找钱为了什么？还不止快乐，因为对对，其实他到最后啊，还是回到去快乐的。当他刚我们讲哦，物质什么都有，但是在表示我看呢，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搞这种就是什么网购啊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很流行网购，甚至 AI 也跑出来。其实你发现，其实搞那么多目的，就是给我们方便。这个方便其实就是跟乐有关系。对不对啊？其实回到最后啊，就是跟乐有关，就是我们呢，其实跟所有的动物一样啊，其实都会享受。但是我们人类就因为有思考的关系，我们可以让享受过程更精细化，更精细化。就比如说，我们吃一顿饭哈、可以现在啊吃素食哈、你可以在家煮也饱，然后呢8块钱吃得饱，15块钱吃得饱，30块也吃得饱。这个就是因为啊，我们人类才会可以。搞到那么多的 great 啊，动物不可能的。我们没有看过动物啊，在一个很差的餐厅啊，来享受，不可能的。这是人类，而我们人类会发现就是呢，当在一个我们去个高级的餐厅，那么有音乐，然后很好的质感，不管是走在地毯上，甚至手拿的刀叉全部，所以一顿饭30块吃饱了这些，听到吗？哦，所以其实呢，我们呢都从这娱乐。里面带来的快乐，而这个快乐呢，通常 KL 人都是拿来慰劳自己，因为工作太压力了啊，所以他这个快乐啊，他觉得很放松一下，那么这一顿饭还蛮值得，通常是跟这样有关系啊。但是呢，其实呢，也有一些比较不正常的方式，那就是跟肥胖有关啊。进来师傅啊，如果你看 Facebook 啊，我有 post 肥胖，是因为我有去特别留意肥胖症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这样子的人呢？啊，同学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这样的人呢？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就是看到吗？这个是整个人是肥胖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600斤的女子，你知道吗？看到吗？好、这个女人的如果是超级肥胖女人呢，她是这样子的。如果男人的话呢，男人通常是象形肥胖的。你看一下，这样子的，看到吗？啊，他偏重啊，在大肚腩那边的，看到吗？为什么会这样、其实同学可能稍微有留意到，其实他们这些这样的人呢，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形，是根本一定是病态。但他病态呢，是因为对食物的爱着，尤其是甜食跟油炸的东西。他们其实，在他们的大脑里面呢，已经对这种食物成瘾，而且当他们呢在不断的喝可乐汽水啊，还有在吃这些肥腻厚重的食物时候呢。他们是觉得非常的快感，而且他们已经上瘾了，而且他可以弄到他一顿饭呢，可能是那么多的分量，都是我们人类的卡路里，正常人的10倍。我上网特别去研究这些啊，我发现呢，他们就是一个一样，都是为了享乐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就是那个乐受的关系。那这种乐受的上瘾呢，其实是他抗拒不到的。因为呢，他大脑里面呢，我是跟他说啊，他那时候出来过之后啊，他还想再来过的，然后呢，唯有通过吃多哈，他胃会越撑越大，那他再去吃的话呢，
他是越多哈、哦，他的心的数越大，他畏惧深越大，他就越大个，越大个他走不动的时候呢，他就恶性循环躺在床上。所以呢，阿德斯考瑞有一个影片呢，就是这样子的人呢，要尝试减肥，节食减肥不成功。不成功，因为什么呢？它会不成功啊？因为当你一节食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肥胖啊，会有脂肪啊？在很早很早期的时候呢，是因为人类会有饥荒，所以呢，当时的人有的吃，他尽量吃，他会全部呢囤积在身体里面，直到饥荒他就拿来运用，直到他度过那个饥荒为止。啊，高瑞是这样子讲的。可是现在我们呢没有饥荒，我们是因为这种食物啊太诱惑这个便利了。造成我们的黄赤这样子的一个情形，所以变到我们看一下，看到吗？哇，看到吗？这体全部垮下来，是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同学，你看，哇，这是他个人的餐点，其实他是非常的享乐的，这就是我所提的。哇，你们看，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哇，根本是变得恐怖了，看到吗？哇，看到吗？啊，这些呢，如果他不去减肥的话，对不对？他会肥到死。他因为他全身脂肪那么的高啊，除了血管的阻塞，那到最后呢，就是呢他血管阻塞，然后呢血尿会非常的高，然后呢到最后呢他会呼吸不到就死掉了。好啊，全身的脂肪肝会变得很高，所以呢这些肥要减，他减肥又不成功的话呢，最后一招就是限位，限位啊，就是他我这里面有两个个案，就是开刀把胃切小，再把肠切掉一端。当他的胃小的时候啊，他的大脑分泌的荷尔蒙，饥饿的荷尔蒙就不多，他吃不多，慢慢他就瘦下来，他就可以开始运动。但是呢，在美国呢，要开刀，基本的门槛是500磅，你超过500磅，他不帮你开刀。啊，500磅是多少？500磅，100磅是45kg去开刀，500磅200多kg，对不对？多少？后面两个是人脑就给你对吧？来说说看，有的算快了，我在公司来在这边算了，啊，大概200多kg了啊。这东西可想而知，就是呢，你要切胃哦，它也是有风险，是这样。但是同学，所以呢，这种啊，我们讲预热是刀头的蜜哦，它有一些人是可以克制得了，有一些人是克制不了。但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缘故，我们可以啊。不会像飞蛾扑火那样，飞蛾扑火是他根本完全控制不到，一看到火他扑下去，虽然他可能也不知道他会死掉，他是终身于此了，但他克制不到自己。还有巴西蜘蛛也是这样，一般像巴西蜘蛛啊，它的繁殖时候那个母蜘蛛会分泌一种味道出来，那雄蜘蛛就错了呢，因为跑去跟母蜘蛛交配完了，母蜘蛛就把它吃掉。整个过程就是这样，他们的生态是这样啊。当时报章和林丹出轨的时候，他们就用这个个案来描写警惕一般的人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人类有一点呢，你讲有思想，就是呢，我们会看到这些东西，甚至可以预防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。这基本上的娱乐呢，其实都离不开谈市民十岁啊，因为我们人类是有规范的。所有的娱乐我们都有规范，就是你享受，但是你的金钱来历要分担。那么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也是在我们东方的都限制在夫妻之间了啊，夫妻之间。所以呢，我们是有规范的，而不是说哎你喜欢就来。所以这就是人类跟动物不同的地方，动物是完全可以不规范的，那人类是会规范。而这个规范呢，你看一切的规范呢，就是它让你的乐受啊在一个范围里面，因为呢否则的话你造的恶业啊会无止境的，它会让到你啊会一错再错一错再错的。但现在报章进来啊，那个平均方拉回来了，这些就是为了钱的关系，非常的恐怖，他们之前知道会影响到那样的大，就是为了要想的话呢，为什么骗那么多钱，就是为了享乐，而且那个乐啊，它是会不麻痹掉的，它会它变到它需要更多的乐受来去刺激自己，不断在 upgrade 自己了，跟烟瘾、跟毒瘾，全部的瘾都是一样的，你要打破那个瘾啊，来加强那个刺激啊，所以啊，这些啊，很有可能他小的时候就已经有小贪，过后他不刺激，他就越贪越大，越贪越大，这样的情况了，所以我们看到哇，怎么花到整？就故意来买辆船的，
我想你跟我啊都不会这样子想。他这些很明显的，他们的贪是从小贪慢慢发展出来的，不一下发展到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现在一人如果给我们10亿啊、1亿啊，我们不会想去买个油井，不会这样的，一定是要慢慢来的。那珠宝啊，会达到过千万的珠宝啊，也是你先开头啊，带从100块、200块带起的那很穷，慢慢到1000块，慢慢到1万块，它一定是哇越来越满足不到，越来越大。所以为什么啊，我们这边那么多后面的三个不谈，去谈娱乐、物质，然后会用到罪恶的现实，原因是在这边。而包装进来的新闻呢，跟呢就是YMDB 滥用有关的哈，全部都是离不开娱乐。都是娱乐造成的，这样讲，所以我们讲娱乐会带来哈，就是所有的现实的罪恶了啊。但是同学留意哈，那对于一个人类，我们一般上是如何制止控制自己呢？就是娱乐如刀子的那个，你要自己警惕你自己的。同学啊，当你一发现了，哎，比方说一个肥胖的人了，哦，他好想吃东西了啊，那这时候呢，你要开始去想，哇，我再这样吃下去的话哦。我的胆固醇越高，那胆固醇高的话呢，血管会堵塞，到最后他就心脏病了的啦，或者可能中风啊，你中风死掉了。所以如果你不会怕的话哦，我这个就是最恐怖的事情。同学，所以呢，你会怕是好事，这也是人类的特点，动物是不会的，那人类会怕，那你怕是你就抑制自己的欲望，不让他去放纵了，好，这样子啊、哦，那我们一般上啊，自己的欲望呢，一个是惭愧型的。就是你看到罪恶，哎，你会拉 break， 你会自己怕，然后呢，这个怕本身有几个点，第一，建立在舆论上，你很怕人家讲的流传哦，这个丑闻一出来了之后，人家知道多丢脸，这个呢，你会怕呢，这个是个力量给你来的，所以你自己要知道，哎，有那些可以保护到你的，你要保留，好，如果这个都没的话呢，那么就一下就完了了，那个诱惑一来就完蛋了。所以就这个缘故呢，一般上呢，我们都会有这些这样子的。你要自己懂自己缺点在哪里。同学，每个人缺点不一样。有人是吃，像胖大胖子啊，他们就是吃的。但有人可能是酒啊，有些人可能是烟，有人可能是赌，有人可能是购物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你就要找到啊，你的那个对治你的方式是什么，你要把它找出来。这样子，这个就是学佛跟没学佛之间的差别了。这个就是对治娱乐啊，好，然后接着下来呢，这个娱乐其实呢也跟一个词有关，就是净妙相有关。净妙相，通常会产生娱乐呢，一定是对那个东西净妙相产生，我们才产生娱乐的，才产生娱乐的啊。所以呢，你一定是看到那个东西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迷人。刚才我们用一个词哦，是不是大家哇，你很迷人呢、啊？这个迷人，这个迷啊，为什么会用迷？就是因为它让你产生净妙相，而这个净妙相是有快乐在里边的，所以你会延长那个快乐，你不断想去重复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娱乐的根源。一般上同学，我们不会去对治啊，你自己的那个感官，我们不会去切掉我们的舌头啊，因为那个贪吃啊，我们不用这样方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没有解决到你内心的贪欲，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们后面提到禅定？因为其实禅定的乐呢，比他们更强啊。我们其实是让你啊，去尝试一个更强烈的乐，而这个乐是不代表任何更换的。那么呢，当你尝了这个乐之后呢，下面这种有过患的乐啊，你会没有兴趣的。就像啊，现在进来啊，很多猫山王哈，你吃了猫山王，你不想吃东西，怎么办？就像这道理来的嘛。这边谁爱吃猫山王的举手一下，有没有？啊，他没有爱吃猫山王的，你看啊，所有榴莲。看一下小娘，等一下啊，
对，嗯，白同学，有爱吃猫砂吗？哎，哥哥，你这样子跑那里去了？出来一下，哎呀，不要躲起来了哈、啊。嗯，来，同学，有爱吃猫砂吗？那举手一下，这边还是不好意思举手啊。哦，终极举手啊！哎呀，哈哈哈哈哦，五个吃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天吃 ？Every day 有吗？有到天天吃吗？没有啊，好啊，这个就是会节制自己了啊，这个就会节制自己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啊，哈，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了。好，中学此现呢，这个就是和娱乐有关哈。那这个金庙像呢，同学留意哈、哦。好，金庙像的这个东西呢，一般上破除，对不对？其实后面禅定啊，有些帮助到破除，其中一个就是不净观、哦，还记得吗，同学？啊、哦，我们课讲不净观，那是对这个男女有关系的。哦 ，OK， 好，好嘞，这边看到吗？呢，不净观这一个就是对之娱乐，那个娱乐呢，它其实是这样的。同学，我们有时候啊，那个东西很迷人了、啊、哈。哦，为什么我们会执迷不悟，好像飞蛾扑火，你会死掉都是这样，就是那个快乐的感受啊，因为变会真的很干了。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你体验更高级的那时候，你就会对它不屑一顾了、啊、所以为什么这缘故，就这个因缘呢，我们学打坐对于你们改任何欲界的坏习惯呢、啊、都是容易，只怕你打坐那边得不到快乐罢了。如果有快乐的话呢，通常啊，哇，真的恭喜你了，你这个东西一定会超越一切的乐啊，禅定的喜悦一定超越的啊。所以你打坐有产生喜悦的话啊，不是鼓励你呢，可以的话你再深一点点，然后用它作为一个工具来对治你一切的乐，而那个乐尤其是会造成你名誉受损，还有身心很大伤害，你用它来对治。好，这样子哈。那同学记得，一般上一些人呢、啊，他会去追寻这种娱乐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逃避现实。嗯，尤其是一个人，他不断的赌博或者不断的吃啊，有时候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他唯一的寄托，或者是他有些问题解决不到，他把自己埋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上了瘾之后啊，你一定要去找到你的缘故，是不是有心理的因素？你心理不解决的话，还是不行的。还是不行，因为心理因素把它解决掉，它才可以真正的破掉那个瘾，这样子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呢就是有关系啊。不过呢，任何东西上瘾是要解决的话，有一个大前提。什么大前提呢？同学，首先就是呢，你要愿意相信跟接受你自己已经上瘾。这是个大前提，你要先承认问题先。而如果你不愿意承认问题的话呢，是没有人可以帮忙你解决得到的。所以呢，承认问题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当你愿意承认之后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呢，你就要采取步骤。那么通常这些瘾呢，它对娱乐的产生一定是个人感受的。就像如果你要戒酒的人士，就要你告诉全天下的人，我要戒酒啊。那么呢，你在戒的那段期间是你连酒杯都不要看到，酒杯也不要看到，广告也不要看到，你不要看到他任何的 logo， 也不要听到任何，因为你在戒的那段期间你必须要戒，因为这几个东西会勾起你预热的那个 memory， 那勾起来了之后呢，你身体会产生那个很强烈的渴望了、哦、不喝非喝不可，不喝不行，这样的。所以就这个缘故他们吸引很厉害。我有去看过有个明星啊，叫 Paris Hamilton 啊，他是在金地啊有演讲，原来 Paris Hamilton 呢，他有戒过酒瘾，他说其实啊，我的饮食也很好，包括呢我的家人都很好，我没有什么问题要放上酒瘾，可能主要个缘故就是因为呢，我喜欢这种感觉吧。所以现在吸啊，它会让你吃什么药，那个药吃了之后会让你对酒不产生乐受，所以他们喝了酒之后马上吃那个药，那么那个药去到大脑啊，他会跟你讲这个东西不快乐的，这个是鬼佬啊，他们用药的方式来对治。我是觉得啊，如果不容易啊，自己去解这个瘾的话，就是不妨可以试用药看，你上谷歌一查就查到，所有的瘾啊都有一些药啊，可以让你去解那个瘾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这完了之后就进入下个阶段，那下个阶段呢就是呢。你本身就是制定一个目标，制定一个目标，比如说一个月里面，就远离，然后呢，就是呢，它
他其实真正成功了解引，就是呢你又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啊，你不会再产生乐受的，听到就表示你已经成功了，已经成功了，一个就是所谓遇见乐的一个特征。那同学呢，如果你本身有瘾要戒的话呢，在 Wiki How 那边呢有解瘾的特别的文章，你可以上网去找来看，师父讲的内容大体上离不开那些，而佛教的对治方式呢也是和那个差不多一样，这样子的好。基本上呢就是呢那个让你产生快乐的东西，你看它过欢，就是你把它的缺点放大大它，把它放大大它，它放大大它之后呢是让自己产生对治的功效。我知道不容易的，所以同学你们就自己那么多方法提供了，同学你要自己去试试看的。哦，本哥你不用躲起来，因为我们师父随时转那个视频啊，就全部人会看到你们的了哈，所以本哥你随时都要出现就对了的了。有人在笑你了，看到吗？哦，好，同学这个就是对治娱乐。好了，接下来呢有一个后问，同学你可以在你讲义最后面的一个部分你开始思考一下，你有什么那个娱乐啊，你觉得你很介意的，这个娱乐你不想给别人知道，因为很害羞的，那么第一个东西表示是你要解决的，你可以在后面你想一个东西出来，这是你个人的东西，你写下来，然后呢你根据师傅刚刚讲的 steps 啊，你尝试去看如何让自己去解决它的，试试看，同学，给大家一点点时间。啊，你可以讲一最后面那个部分，好，然后你开始思考，哎，你那个娱乐是你要去解决的。想到了你要解决的，你觉得过得就可以举手，还有几位同学。念起来，明白题目了。我觉得踹过的挺棘手。地方好了，啊，当然了，是变地面来的嘛。哦，啊，如果没的话就恭喜你了，啊，因为我们的课一定要检讨到自己，没有的话就 OK 了，就梦为好了了，意味好了了，嗯，意味好了了，有些人没有的，有些人会有的，他特别喜欢这种，就是 OK， 好来。哦 ，OK， 克强 raise hand 呢？克强，你 raise hand 呢是代表已经高点了，还是有问题啊？麦 pass 给你了。高点。OK， 好，
克强没有那么久没有讲话啊，中间好聊了，那么刚克强也好聊了，两位好了，孟伟好了，地方也好了 ，OK 好，啊没有就没有聊的了，我没有去攻击你了，就是你没有特别一个点的，啊没有最好，就简单来讲就是啊，在社会来说你没有把柄，那个东西就是把柄来的。啊，所以呢，你有把柄的话呢，外面的社会呢，你可不可以决定很大的工程或者 project， 你有很大的权利，他们就用这个来诱惑你，抓你的把柄来贿赂你的。啊，通常离不开舆论了。啊，所以同学没有的话是最好的，这样子。好来，那我们就在这边再提下去，下面下一个。OK 好。啊，同学，这些更多的描述呢，在书本里面有出现呢，你可以找书来看啊。OK， 好，这个就是娱乐的东西。克强 ，OK， 好了，好来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呢，就散乱了哈。同学看那些散乱为引起颠倒烦恼的有利因素，使人沉溺于多忧多苦。这欲海不能自拔，啊，就是基本上散乱了，就是说你的念头不集中啊。那当你念头不集中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是比较没有力的啊。可是去有没有试过啊？就是呢，其实散乱呢，它这个精神状态跟其他的烦恼啊 combine 起来，而造成呢，你整个人呢会觉得很无力感这样。我举几个例子了，比方说啊，这些你们有没有试过？就是呢，比如说给你的家人最亲密的人进了医院。或者是说，哎，一个火灾，你整个人打开掉下，有没有试过这样经历啊？当你试过，哎，突然吓了一跳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整个人头脑就变空白哦。他那个情况是，他一开始是有恐惧在里边，但是呢，他其实背后呢也是有散乱在里边。就是啊，这件事情吓到了你，或者你的心很乱，乱到你没有办法下任何的判断。那么这种精神状态看性格的，有些人呢，他很果断，他散乱。散乱都好，他很快可以执行的，他不会给这个情况干扰太久。但是有一些性格啊，他本来就优柔寡断的人了、这个散乱出现会让他更早的。那么一般上呢，如果是心乱乱的人的话，对不对？他一般上啊，他的娱乐啊，会被加强到了。就是你看这边有这样子，这边有这样子描写。他有讲啊，如果是对散乱呢，他会令到颠倒烦恼而产生。散乱会令到颠倒烦恼的产生，那颠倒烦恼产生的时候呢，它会令到我们就会有更强烈的这个贪欲出现。当有人问对治，其实呢，散乱一般上对治呢都是用安波念，就是观呼吸，任何禅定的法门都可以对治散乱。那么那个心一集中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它其实呢，它集中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察力比较强的哦，我的贪欲起来了，哦，我的嗔恚起来。他就比较强了。一般上散乱的人呢，他心一位啊没办法集中，他参与起来也不知道的哦。所以一般上啊，我们会讲啊，已经上瘾，而且他跑下去不能够自拔了。通常这些背后散乱的推动造成的，你了解吗？所以呢，他就会让到他更加的颠倒。所以呢，如果他是心是很集中的话呢，他很快会觉察到啊。我已经沉迷在这个东西哦，我已经就是发脾气发了好久，他马上会觉察，会把自己拉起来，会拉过来了。所以一般上散乱的任何的禅修法门都可以对治得到。那这个对治本身呢，它一般上其实它的方式就是呢，你留意你的所缘，过后呢，它有什么东西出来你都不理它，就这样子久了，训练久了，它的那个正念会变得加强了。好。同学，我们再看一下。来过呢，这边有提到，就是呢一些特有的烦恼。那么呢，欲贪呢就用不净观了。不净观的特质就是把缺点放大了啊。
那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把缺点放大呢，唯有寻找一个更高等的娱乐来舍掉这下面的娱乐呢，我们叫做一个观念，叫做厌下喜上。一般上修定的一个前提哈，它是厌下喜上的。这是修定的一个诀窍来的，就是让你体验到更高级的东西，你把下面的放掉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原理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没有说学佛叫你全部舍掉，倒没有。去学禅定，让你去吃猫山王，或让你放弃今天的法门，它的方法是这样的。就像画面拍个照，传给师傅。这个我问了 projector 的人，问他是不是应该换灯？故意这样查的，这个是什么查？来，赶快看。好了，同学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咽下心上的一个道理来对治哈。同学看一下哈，不净观呢对治贪欲，散乱呢是属习观，嗔恚呢用的就是慈悲观了。那么因为嗔恚的特点哈，就是专门看缺点，那慈悲观是看优点。所以倒回头来对治，这样子啊。说这是佛他的佛法的立场的。那大体上呢，他还有需要很多的因素综合啊，还比较容易可以解决得到的啊。这种嗔恚呢，就是所谓的就是很生气的意思了啊。外境不合一而生起的烦恼叫做嗔恚。通常呢，慈悲观的对治是，同学你去找一个你最喜欢的人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呢，他是必须不会，他不能就是男女，他一定是你尊敬的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你把他从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延长对他的喜爱，然后呢，会培养个习惯的。那这个习惯培养到了之后，对不对？以后你一发脾气，对不对？你马上就用回这个方式，想起那个你喜欢的、尊敬的人，他马上啊，他就会盖掉那个愤怒的了。所以把三学佛到现在呢，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呢，你的愤怒升起，你要很容易觉察得到，这个就是学佛的一个特点的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呢，就有愤怒升起的话呢，就不讲任何的话，不做任何的决定，那么呢，就减少自己的后悔了啊。所以发现哎，自己有生气出现，马上抽离现场，不要管了。这样的话呢，等你平静下来才来算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一般上就是我们说嗔恚呢用慈悲观来对治了。好，关于的这个慈悲观对不对哈？慈悲观我们讲看优点了哈。这个慈悲观本身的这个法门呢，就是看一个纯纯尊敬的人产生喜悦的心开始哈。这也显示我们人呢，通常啊都是。我们讲就是说离苦趋乐，一般我们的人都有这样子的特点的。离苦趋乐，一般上啊，离苦趋乐是人类的特征，所以就这个缘故呢，为什么一个人会自杀？一个人自杀就是因为他的痛苦还接受不到，他唯有通过自杀，他的痛苦才可以解决得到。所以站在他立场，他是这样子想，所以他也是在离苦，
当他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，就会有自杀。那么都是我们的人呢，都是寻找快乐，那么在快乐里面呢，来得到那个安心和满足，在那快乐里面呢，会觉得很乐度哈、哦。那么长期呢，没有快乐的感觉的话，就觉得无聊。多数人都是这样。那么散乱的状态哦，产生的受是舍受，也容易让我们产生无聊。所以久了之后，我们要寻找娱乐，看到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娱乐？为什么后面有个乐字？就是那个东西 entertainment， 那个东西做了之后，你的心会得到滋润，会有乐受的改变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欲界众生、色界和无色界众生都一样的。即使是到了涅槃了、啊，我们得到那个乐啊，寂静的乐也是无止境的，它也是永恒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完全其实佛教根本也不是说要它除了离苦也要得乐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排除乐，只不过不同的 upgrade 它，然后呢，想有乐的时候要免掉一切的罪恶，并且是得到规范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提到跟娱乐有关系。有问题？OK， 好来，接着下来就是我们谈就是修定的一个前提啊，有请就是觉群主持。修定的前提，一此是境界，修定最为乐，依于慈心，存着慈念。以利乐众生的意念来修定，有慈心，心地就柔和，容易修习成就。成就了也不会利用定力、通力来扰乱众生。易于境界，必须受持境界、持善等。身口有善良的德行，如行业不端，修定就会招魔浊邪，即使成就定力也是邪定。三，修习禅定的基本方法，调色于三事，调是调服、调柔，调又是调和身体、呼吸、心念，都要调和到恰好，互使动乱，才能兼入安定。摄是收摄，使心念集中，忽让它散乱。一调身体要平稳正直，舒适安和。二调息。呼吸要使之间息间长，不可有声，是有又是无。三条心，心系于所缘，不散乱，不分层，不调举，三者有互相关系，以心为主，在身体正常的安静中，心息相依而达定境。四修定之好，感谢你来，我们先消化这段文字。同学，请画重点。还有办法再调漂亮点点吗？还是我师傅把白色的背景换成蓝色？哦，可办 OK 啊？好，真的是。是，那你下好，好办了，下好。OK， 哦，是很清楚哦，哦，这个 document 呢 ，OK， 谁可以很快告诉我如何把这个背景转成蓝色？这个可以选择到的，可以选择到。我是觉得蓝色会可能更加漂亮。你看到它是白到你们很不舒服的眼睛，看到吗？你看到，比如说我反黑一下，你变好吗？
不过白色你们眼睛有没有不舒服色？白色有没有不舒服色？不会色，那就 OK 通色的。摸起来也是比较清楚一点，不过整份讲义摸到完就不大，因为我还要再重用的啊一些重点，也不能的。那等一下我这些东西，我不删掉这种东西，全部也没有掉了，看到吗？还是在画这种东西。哦，我这些都是要用的，知道吗？OK， 来，那同学把它画了它了哈，在上面这边了。Page layout, page color。好了，同学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啊，这边第一呢，就是他讲一语慈心，存作慈念，以利乐众生的意念来修定。啊，有慈心，心地就柔和了。啊，同学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如果是学禅定呢，要用利益众生的念头啊来修学禅定，就是你为了希望。你身边的人都得到好啊，我们不大习惯的，因为我们多数都是只给某种性，对不对哈？我们一般上都是只给某种，要先解决自己先哈啊，所以一般上，不过当然也是的，自性观其实呢，你必须要自己先快乐，那么你自己快乐之后呢，你才有办法让别人快乐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是对的。那你自己 OK 了，接着下来再把自己的幸福快乐呢，就开始。扩散就去了的了。同学留意，你看呢？你有慈心的话，对不对？他慈心的特点就是以利乐众生为主了。那么他对象呢？他有 stage 的。同学，你看呢？首先第一呢，你对自己先修持；第二呢，就是以最尊敬的人修持；啊，第三就是不讨厌也不喜欢的人；第四才是敌人啊。那么呢，你对自己修持之后，以尊敬的人可以放多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多几个。哦，让他那个词可以维持长久啊 ，OK。那么他讲就是呢，一语慈念呢、啊、哈，他讲啊，以利乐众生的意念来修定，有慈心，心地就柔和，容易修习成就啊。他讲一般上慈心强的人呢，修学禅定比较容易成功啊。那么有慈心的人成就了，也不会利用定力、通力来扰乱众生。同学是这样的，你们应该有听过哈、哦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先天是看得到能量、听得到能量和嗅得到能量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这些人也容易看到鬼呀、啊。那么一般上可以看得到鬼神的人，可以跟鬼神沟通的人，那么这些人呢，他必须要修慈心。同学看一下，像这个像这类型的人啊，这类型的人啊，基本上呢，他们这些呢，他有分高和低层次。那这类型的人呢，这些应该是哪吒上身，对不对？哦，哪吒上身这个好，应该是哪吒上身才是这个嘛，好、啊。你看啊，各式各样的啊，身体差真了，他们都不觉得痛苦的。如果是印度人呢，可能差得更加大块一点。好，那这类型呢，如果是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以沟通的人呢，是他们可以唤使鬼神。那这类型的人的慈心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他没有慈心的话呢，这些人呢，如果你有问题找他们呢，比如说你真的有个鬼跟着你哦，他们可能会抓来打的，会抓来打的啊，这种是不理想的方式。他们一般上啊。就我听说了哈，最好就是呢，他如果是修习慈心的呢，他会把他抓起来，过呢就会跟他谈佛法，给他教育啊。
让他明白哦，你这样缠着他没有用的，应该去投胎才好。那么有一些呢，他太顽固的话呢，你去找那个鸡童啊，大鸡童可能这些啊，就用一些很强烈的手段，比方说破一些将军，或者是用一些很强烈的咒语，就把它消灭掉。这些呢就很不好，它本身也会造恶业的啊。所以就这个缘故呢，在这边就讲到了，如果是定力成就的人呢，他如果这些人呢没有慈心了，那么他修成就了之后啊，就会用定力通力来扰乱众生的，来搞教众生。所以为什么就这个缘故呢？有慈心师才好啊。所以以往呢，如果你学什么太极啊，或者学任何武术之类，那些教练、那些老师都确保你的品德要好啊，因为你有慈心师，你才不会乱用你的东西来伤人。因为这些呢，他厉害的话是可以杀人的，这些武术啊、太极什么都可以的啊。所以就这个缘故呢，慈心是很重要。所以呢，有慈心的话呢，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哈、如果是各行各业哈、不管是做会计也好，当律师也好，当什么都好。如果是没有慈心，不以众生为主，常常啊都那他犯罪的话哈，他也是可以利用他的专业来进行犯罪，各行各业全部都可以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些慈心呢，也纳入算是道德范围里面的。过了一般上啊，他除了有慈心以外，那么修定的也要依于境界了，看到吗呢？他要受持十善，那么有十善的话呢，他修定的话呢，也会比较好。否则的话，行业不端就会招魔了。行业不端就是指什么呢？他可能动机不良。他动机不良。那如果他动机不良的话，是可以招魔的。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修定啊，而且自己也有那种能力啊，可以跟鬼神沟通的话，那么这些鬼神会放消息给他们的。那放消息给他们的话，他可以跟他拔给你，他问他，我用你的身体，但是我让你有一些能力，但是你身体借给我用，他会跟你拔给你。那么你如果接收，你就会往所谓鸡同的道路上去跑了。所以，像我们佛教徒呢，会鼓励你啊，你即使有这个能力，不鼓励你跑这条路的，我们要鼓励你跑修行的道路，原因就在这里了。听了解吗？所以呢，你没有正确的观念，你不持戒，又没有持心，你具备这种能力。这个能力是害你的，是害你的啊，一样的嘛。即使是我们不具备这几样啊，给你一大堆的钱，这个钱也是害你，这个名誉也是害你的。你这个准备没有啊，你就有名跟利，名跟利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灾难了，对你来讲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讲了哈，这些敬业啊跟慈心呢要具备啊，这样的话呢就不怕会着魔了。如果是你着魔的话呢，成就的定，我们有个名称，就是属于邪定来的，邪定来的。好，那如果你是以慈心的话呢，以利众生为主的话呢，又持戒的话呢，它就非常好了啊。那基本上啊，如果是续学禅定的话呢，离不开几个，第一个呢就是调，当讲调是与三世的时候呢，它调有调伏的意思，也有调伏的意思。好，调和什么呢？主要是调和身体、呼吸跟心念，给它做好调整的。一般上当用到这个调字呢，同学你马上第一个念头想到是什么东西？当调这个字一出现的时候，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先啊，你想到情嘛啊？其实呢，有一位叫有一个叫十义尊者啊，他开头跟释迦牟尼佛学禅学，他也是感觉自己啊，好像学来学去都不得法。那他有一天突然呢，他听到有人在对话，那个人是弹琴的。那么呢，一个长辈跟他说。哦，你弹琴声要好的话呢，你不能太过紧的，太紧的话弹它出来声音不好听，太松的话弹不到准音准的，所以一定要是刚刚好的啊。这个修行人马上领悟到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呢，当他把自己调整得刚刚好，
他发现他自己之前是过分用功，过分用功太过用力，所以变得反而成就不到。所以就这个缘故呢，同学，当你在禅修的时候呢，你调你的身、你的习跟心呢，你要留意，就是要调到刚刚好，不会太过重，也不会太过轻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才可以成就得到。基本上呢，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放手。同学，如果呢，你调所有的气功啊，或者是禅修都好，放手是大前提。当你一修不好，你先第一个问自己，你有没有放松着？因为呢，当头脑、当全身放松，你头脑进入放松的状态，你就是处于奥化波的状态。那一个处于奥化波的状态的人，他定容易成就，然后他丹田的气啊，才可以容易凝聚得到。当他如果不是处于奥化波的时候，他处于贝塔波，贝塔波就是我们现在清醒，还有我们绷紧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情况无论如何呢，你都学不到的。因为贝塔波是没有办法把丹田的能量换起来的，所以就这个缘故啊，当你绷紧的时候，当你很清醒状态，或者你疑心很重的时候，你永远都进不了那个状态的。所以呢，他禅修啊，他比较特别，就是你必须要先相信开始，他必须要从信开头。那么心和放松，同学，我们虽然讲放松，但是你不能够放松，连站你站不稳，坐也坐不稳，这样不行。所以呢，它的放松的是你必须要可以坐得稳的放松，或者是就站得稳的放松啊。这个呢，就是所谓的种种的含义，可以理解吗？啊，因为我们有试过了，我们练气功讲全身放松，你现在就倒下来了。我讲不是你的放松，但是必须要可以站得住的。那站得住的放松，或者由你的能量去推动你身体的任何的动作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必须要调到刚刚好的。过呢，身体要平稳正直了。那么，如果你是修安波涅的话，你的呼吸是它会慢慢会越细越长，然后呢，就是所谓的调息是开头你会稍微调整，如果它太粗，过呢你要让它顺其自然了啊。那调息呢，心放在你的所缘啊，同学留意啊，当你的心放在所缘的时候呢。要记得留意你的所缘呢，就像去海滩抓那个泥沙这样子。啊，基本上呢，如果同学在海滩那边抓泥沙的话呢，你有发现就是呢，这泥沙如果你完全不用力你是抓不到，你用力的话也是抓不到，而是要刚刚好。所以同学留意啊，当你一打坐的时候，一留意你所缘呢，你太过用力或者太过放松都不得的。这个技巧要你自己摸出来的。基本上怎么知道太用力呢？第一，头脑绷紧；第二呢，呼吸不到啊，这个就表示你太过用力了。可以了解吗？啊，还有就是肩膀会僵硬，所以你就自己摸摸看，检讨看。那如果太松的话怎么样呢？应该是睡觉了，哈哈，不然就是某优惯，你找东西来靠。这个就是太过放松。对对对，他太过放松会这样来找东西来靠，因为他太过放松了。小同学，你们自己就要留意，这些呢都是跟他调整呢，需要到你留意的状态来的。啊，同学这边还有一个重要是调色，除了讲调以外，就是色，色是收色，就是让心念集中，让它不要给它跑掉，这是收色了。所以同学你在静坐时候呢，你可以找一静坐入门的资料，再配上这个身习心啊来做温习啊。但这三者互相但是这三者里面的关系呢，心是最重要的。那么身体正常的安静呢，身习相依而达到定境。所以有时你做得好的时候，一定是这三者配合的非常好 ，three in one， 再加上呼吸，再加上那心可以集中，你会觉得非常好啊。但会发现就是有可能有时候会出现可能不可就，哎，有时做得好，有时做不好这样。啊，这里的同学想知道一下，谁就是有经常打坐的有吗？举手一下，经常打坐
OK， 两位四名三位啊，后面没有经常打坐。OK， 那么你即使你偶尔打坐都好，你发现呢，他的管理力哦，你可以自己control的，每次做都很好的，举手一下。或者是每次做有时好，有时不好的，举手一下。好，也是好 ，OK， Joyce 也是有时有时，思明也是好 ，OK， 好，对。哎，我跟你样子出来一下，这样的话才容易互动啊，哦，全部人都很期待你啊 ，OK， 好，对 ，OK， 好，好，那同那同学呢，能的话最好是出来了哈，啊 ，OK， 姗姗来迟，全部人在笑你。OK， 这些记得好，就是呢，人的话呢，你最好每天都有禅修，不用太长，五分钟都要，你要培养这个习惯，因为呢，禅定很大功德，就是刚刚我讲的了，它定产生喜悦之后，欲界的乐你很容易克服的，你要改欲界的瘾哦，你都容易，而且你容易对欲界的东西不会太过眷恋啊，所以呢，禅定呢是很值得投资的，好，一定你完全没的话，就得花些时间去修好，这样子。目前呢，我们这边有同学呢，练气功三年，从来没有间断过的，他就是克强哈。来，同学，我们掌声鼓励。哦，掌声鼓励，他听不到的。来来来，给他看一下。哦，来挥挥手啊，鼓励他一下啊，挥挥手，他才看得到。啊，来，哦，克强的这个他的电脑太过老压了，所以听到就那样子就不出来了。其实呢，课程有个时候讲，他们气功界也是这样说，可以练气功维持三年的，就是留下那三到五法师，一百个只有三个到五个可以练超过三年的。我们这边有些同学已经不见掉了，练下，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他一定要有很多的条件呢、才让你可以下定决心坚持到尾的。好，但师傅这样子啊，其实你们到来也是帮我的，因为你来了，我也没有得偷懒了。所以我要打坐，我要练的。所以呢，我开班呢也是在自立的，你们可以理解吗？我不开班的话，也是哎，什么东西都没的，因为你的我的病也医好了啊，治好不了啊。所以变到哎，他的动力是在哪里？变到有时候是为了要 update 同学，然后同学来就会互相增长，一定要靠大众力量的，有时候不能够完全没有的。好，这样。好，来同学，我们再看一看啊。接下来呢，就提到就是修定的前方便哈。好来啊，同学有没有看到报纸？就是那个这班，我们这班小朋友啊。啊，对了，一讲就知道他们很出名哈。就这班呢，他们已经短期助教完毕了哈。那么他们这一批呢，听说在山洞里面可以得到生存，就是学打坐。他的老师马上教他们打坐，因为呢，他里面那边空气又少，又没有东西吃，两个礼拜，所以变到呢，刚好就是因为你学习到静坐的缘故，他就可以大派用场的。所以我们很 lucky， 我们不需要到山洞才学，现在就学了。所以你要珍惜啊，好 ，OK 哈、不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危机嘛，所以觉得哎呀，你做没做区别不太大，所以你来学佛学哦，我们给你概念，给你一个理由，为什么你要去做，这样子，好 ，OK 哈、那么呢，基本上师父觉得呢，去学禅定一个最重要就是，包括来这边师父有强调说，你要来学咒语班，至少啊。OK， 这边打坐啊，有谁可以就是呢？那个腰椎可以主动平直的也会有同学。这边呢、你通过禅修，然后你的腰椎可以自动平直的，有的话请举手一下，同学，有吗？你打坐腰椎自己会平直的，有能量推来平直的，有吗？是你没有？没有啊。OK 好，那同学多数那些人都在气功班那边，所以因为你的腰椎如果可以自动停止的话，是基本上来讲呢，就是呢以后啊你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，你可以很快自我治疗。你为什么发现了不管啊你心情不好是身体的关系还是外界造成，
你的不舒服都是在胸口的部位的。当你的能量啊可以跑腰椎，然后你可以引导那个能量去治疗那个心脏的部位的时候，你会快康复，跟没有差得远。那你自己本身有你这也是独特的方法的。比如说你去安波念啊，或者说修七星观，有一个方法你很见效，又产生喜悦，你容易把那个快乐扩出来。那个快乐本身它就是治疗功效，那个多巴胺呢会抑制啊那一个就是那个 adrenaline 啊，让你的快乐赶快远离了，应该就是抑制你的那个什么哈，一个是血清素啊 adrenaline 肾上腺素了。啊，因为你很不愉快，就是你的肾上腺素分泌过多的关系啊，所以同学希望你们就是做好准备啊，到时候有这个不愉快的感觉时候，可以赶快可以度过。可讲师，我想你切一下哈，你的麦靠近嘴巴，你们练气功啊，有没有或者你本身经验或者你老师的经验，有没有提到就是当你们很不愉快的时候，你这样子运用你的能量？让自己比较快速从不愉快里面可以出来啊。一样也是坐下来类似静坐这样哦，就是什么都不想，然后数气啊。啊，他们听不到，可是你要把麦再靠近嘴巴一点哦，是不是这里的声音太完整了？把麦放进嘴巴了哈，就是他也是气功，也是有静功啊。静功所谓静功，就是坐下来，然后用你的意念来，也是有属气，也是有会有属气，然后从属气那边就是产生你的阿尔法波，然后你就会比较静下来了。好，感谢，声音非常理想，请就把麦继续放在嘴巴里面了哈，当糖果这样子来含吧。好 ，OK 好，相当理想和音响哈 ，OK 好啊，这个呢就是原来气功也是一个同样这样的状态了哈，所以同学你们自己就好好的就把握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修订的前方便哈，啊，有请波哥读一读了。修定之前方面，修定之前方面，成佛之道，真住本，成佛之道，密布于根门，饮食之节量，修勤布于家，依正知而住，知足心远离，顺于。啊，不是在麦，再靠近嘴巴，就放嘴巴去吧，好 ，OK 了。哦，此能尽思罗，亦是定方便。密布于根门，守护六根，饮食之节量，勤修不瑜伽，依正知而住，知足心远离，离五欲，色声香味触。去五盖，欲贪盖，修不净想；嗔痴盖，修慈悲观；昏沉睡眠盖，修光明想。以昏佛色那为对治，叫己恶作盖，修止习想。以宿摩他对。为对治，一概修缘起想。好，感谢。来，同学们，重点，你们要抓了那个五动才安心吗？你们？啊，不是去哪里？那边了。你们是抓了才安心吗？你们把它抓了放着吧。要不，那抓了，去了。啊，赶快去抓了。哦，不抓就是我的朋友了，真的。哦，就是与我共鸣了，真的。他咬我，他咬我一口。那么小镇蜈蚣有没有毒的？
没有多会痛，他就说他就问我说我就他颠倒了，他就说在你面前。这样看来，发癫真的不是无功，是你。对呀、啊，是我家，我不怕他，你看得到我，我就是我。所以你这痴心观哈、哦，目前还没开发出来哈。啊，那个蚂蚁过去的，他就是他会到，他会到我，因为他会看到你嘛。是哈、啊。嗯。哦，这样子啊。他只要僵持在我身上，我就只能僵持在他身上。有没有可能你前世啊，你是蜈蚣啊，所以现在他抱回了虫类啊，有可能是这样啊。可能是因为我真正的名字是鸡肉，可能我听不到。啊，不，你前世是鸡来的。OK， 来来来来来，画重点了，画重点了。啊，同学留意，这个就修订的前方便了。前方便，英文算是 preparation 了，你先做着准备这样子了。好，他说这个准备的时候呢，首先第一呢就是密护与根门，密护根门意思就是呢守着你的六根呢，眼耳鼻舌身。一般上来讲呢，我们如果没有守根门的话呢，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什么就随着它，喜欢就喜欢啊，你那个就没有密护与根门了，没，他又来到我，他这么重，你应该要用慈心来回复，这样才对的啊，因为呢我们讲的是在佛教里面呢哈，他会让到你伤害，但他是无意的，因为动物不晓得。可能你听他感觉你伤害到他，因为蛇也是一样嘛，它是不会主动来咬人的，但是我们有时候刚好走到那边，他以为你伤害到他，他才咬你，所以才有这样子的情形嘛。所以就这个缘故呢，一般上呢，我们佛教的方式呢，反而会疑的抱怨，因为呢，如果你放他一马，将来他可能就是他救你一命的，真的会啊会啊，而很多动物啊，放生过的动物啊。会回来报答救他的恩人，这些故事都是这样来的啊。所以如果你是希望将来啊，有更多贵人帮你啊，你就必须要可以以德报怨，而且可以以德报怨的人呢，他是比较更神圣的啊。以牙还牙是很多人都会做得到的，尤其没学佛啊。但是有学佛的人，他会更 upgrade， 就是给以德报怨哦。这个关系呢？如果更深一层是去到父母那边的，所以呢，弟子规有讲啊，亲爱我孝何能，亲真我孝方贤。他讲啊，父母爱我，父母疼我，我爱他，这不会难的。但是如果父母不喜欢我啊，我还可以要对他孝顺，这个孝顺才是圣人的孝顺哦。所以呢，那个动物啊，他现在咬你痛，你愿意放他一马，你是更 upgrade 的，真的。如果这个动物对人有伤害的呢？有伤害性的，比如说蚊子啊。哦，我们看它情况如何了。比如说是骨头是真的蚊子，对不对？一般上我们 pro 很宽是，因为你不对治它的话，可能人会人死掉啊。那这样情况底下呢，我们才会说会把它消灭掉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还是会考量 pro 很宽，而不是完全一概不理的。那同学我们看一下哈，密护与根门哈，首先就是你的根门六根要严密保护，当他面对外境的时候，所以刚刚像美仪就是这样了。他一咬你是属于生根的部分，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他咬你，你不让自己堕落愤怒而把他干掉，那这样的话就算是密护与根门了。那么如果你干回他，是算是没有密护与根门了，这样的情形了啊。那么一样的对外境，看到东西、听到东西啊，都是要密护了。
第二呢，就是饮食自节量啊，就是跟吃有关系了。那个量呢，就是吃饱就刚好这样子了，不贪吃，不过多吃这样子了。因为在新病之前呢，吃过多的话会打瞌睡的，昏昏欲睡哈。你们在 office 上班应该也是一样的，吃得太饱你打瞌睡也是没有效率的。第三呢，就是勤修悟瑜伽哈，同学留意这个 yoga 呢。是和倒立啊那些无关，它真正 yoga 有关系的呢，这个悟瑜伽，它这个悟是指清醒的意思，同学。啊，不是，这个悟啊，是睡眠的意思。就是睡着觉的时候呢，也在修学禅定。通常同学你们可以用光冥想来让自己入眠的。同学你们看看上面的那个灯泡有看到吗？啊，有看到这个灯泡吗？你是同学啊，线上同学你们看一看这个灯泡。同学你可以呢再把眼睛关起来，然后让这个灯泡出现在脑海，可以吗？你试看把这灯泡看一看，可以让它出现吗？或者是你家的灯泡啊，谁的灯谁可以让它在脑海出现的请举手一下，同学啊，一位两位啊，四位可以啊，啊，四名也可以啊。好，同学如果你们都能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啊今晚啊试试看修悟瑜伽了。修悟瑜伽意思是讲啊，你一面睡觉是一面想着那个光明，然后让自己不胡思乱想。同学一般上了哈，我们容易落入胡思乱想，一个在睡觉的时候，一个在生病的时候，还有在死亡时候心更散乱，这几个状况是最乱的那个时候。但如果你是可以控制那个心，有一个所缘可以让心稳定，它就很好。这样的话你睡觉也可以无梦，然后呢病的时候心也保持正念啊，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征。啊，所以同学，就是希望呢，今晚你会去做个试验看，就是因为今天学到这个悟瑜伽嘛，就是睡着觉也让它清醒。那这个清醒你一起来了啊，因为你的心都是保持在正念，你没有去回忆过去讨厌的事情，你也没有去念念不忘以往你爱的东西，那么变到啊，你的心都是属于很平淡的。那么你醒来之后呢，他就你的心。很稳定，那么你把它带去 office 上班啊，你就有个很美好的一天。因为有时候啊，你去到 office 没办法有个美好的一天，就是你睡不好，而你睡不好，可能在梦中睡觉的时候啊，你有在恨，或者是有在爱，有可能就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这些呢，都是需要你去 training 的。好，过后呢，同学再就是一阵子耳珠了。那一阵子耳珠的意思就是指呢，你做什么东西。都知道什么缘故你在做那个事情，比方说给你吃饭，你知道你在吃饭，然后呢你走路知道你走路，你买那个东西知道你在买那个东西，为什么你要买，这个就是一阵子而住。通常这样的人不会试念的，他不会说哇一喜欢就买多多，过后又后悔又买太多，那这个是没有一到阵子而住。而吃东西也是一样的，有时我们普费哇拿多多过后又吃不完，这个也是一阵子而住有关的。好，来过第四个是自足心远离呢，就是一般上就是心要可以容易满足了，那基本上容易满足的人呢，他就不容易有贪念了。那通常一般上我们会难以满足呢，就是刚刚所讲的了，一个人享受到快乐，当快乐他的感觉没有，他会去加强他的那个什么，让他的那个贪欲更加的强烈啊。所以呢你很容易可以满足的时候呢，那么就不会说就会无底心的贪这样子了。所以呢知足是很重要的，那么心就会自然就会远离了。那么呢就顺于解脱称此能净思罗一时定方便。或许你留意啊，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五样对不对，它首先第一没有学到，同学留意，
这样一二三四五这五样哦，第一，你有做好这些的话呢，你持戒会很容易的。这个就是净思罗的意思啊，你持戒会很容易的。那你戒很容易，对不对？你心定了也会很容易啊。所以这几个东西呢，你把它做好啊，你前面跟后面都会容易很多啊。所以你发现，哎，你某一个戒律做不好的话哦，就是你可以回来检讨，你是不是没有知足？是不是没有依正知而住？是不是呢？饮食和根本没有守护，一定离不开这几样的。一般上我们欲界众生的啊，那么你修定修不好呢，也回头看这几个东西啊，是不是也是一样没有做好的？那有做好的话呢，它是没有，它是 OK 的。好，过后我们再看呢啊，静修与定学离五欲五盖啊。首先第一个五欲呢，就是色声香味触。OK， 好，离五欲哈啊，色啊啊，色就是指外在看得到的色法了啊，包括颜色，各种的颜色，包括形体有形状的东西啊。声就是声音了，香就香了，味就味道，触就是触觉了。同学，当我们在吃猫山王的时候啊，放进嘴巴的时候，色声香味触。有那几个牵涉到在里面啊？OK， 好，我们让爱吃的人发表一下哈，大家请终结分析一下。嗯，除了声音，应该其他都有。啊，请进一步说明，就是色香味。这四个是怎么样在色猫烧的过程里面展现出来？钟杰，你讲话刚刚没有声音。你调一下你声音，同学。猫山王的那个颜色是黄色，是很吸引人的，所以色就是黄色，香就是猫山王本身的榴莲香味是一个很香味扑鼻，当我们尝到的那个味道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好吃啊，就会回味无穷嘛，这样子哦。醋呢？可以分析一下醋吗？如果那个榴莲，它的那个果啊，它的果肉是软软啊，不会很硬这些啊，哦，我们吃下去，它的那个感觉就是很好吃这样子哦。如果一个榴莲是硬硬的、硬绷绷的，你需要咬、需要咀嚼这样子，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不会很享受。有人在鼓掌哈，你现在攞给你整个掌听了哈 ，OK 吗？我来，没有一个问题就是啊，同学，你放嘴巴去哈，当你感觉哈，它很 creamy， 或者是很像芬芬番薯这样，请问这个是舌头的功能还是身体的功能？啊？不不，放进嘴巴的时候。把它放进嘴巴，然后呢，你就感觉哎，很 creamy 哦，很柔和，或者是生番薯，哎，很还有咬的，很硬块的哈。好，同学，你觉得这个是身体的功能还是舌头的功能？觉得是舌头的功能，请举手一下。OK， 美鱼一位 ，OK， 心地两位，觉得是身体的功能，请举手一下。OK， 孟维 ，OK， 念家，还有就是思敏哦，不过呢，好，同学，答案呢就是呢，其实是身体的功能来的，因为呢，当他进到去那个舌头啊，舌头的功能主要是在于就是呢，辨别它的味道，甜的，甜中带苦的，
还是 up C ten， 你可能觉得是 up C ten 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啊，是这个完全是舌头的功能。那鼻子的香味是鼻子，那么呢，那 creamy 那些或者是这个榴莲啊、生番薯，那个是身体的功能。所以在舌头里面，它有两层功能，一个是身体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味觉，两个在里边的。啊，是，所以呢，那个醋啊，是在舌头里面产生功能的。啊，不是，它不是这样子来讲的。你眼睛是没有接触到那个东西的，它深处一定要自己接触到的。就像你吃面，你觉得哎很 Q 啊，你也是要把它直接放到去你的舌头感觉得到。那么布啊很柔软，也是直接 touch 到的，它必须。不。它出的这个特色啊，是跟身体有关，生根要感觉，一定要身体接触到的。它的重点是，就是因为跟身体有关，身体隔空丢不到的，一定要整个才 touch 得到的。只有舌头可以具备身体的功能。还有就是，哎，同学，你的鼻子这个被按摩练，还记得吗？啊，你感觉到呼吸入出，那这个呢，不是用鼻子来修，你是用。什么身体来修？因为呢，你感觉那个呼吸啊，那个感觉，哎，又冷又热，有东西摩擦，这不是鼻子的功能。鼻子的功能是嗅到香味、嗅到臭味、嗅到咖啡味，那个才是鼻子的功能啊，可以理解吗？啊，所以呢，身根遍布全身啊，眼根那边就没有了啊，耳根也没有，这两个是它 commonly 见不到的。好，同学，我们的时间也到了，那就让同学呢，就是。进行。